一整天就两百，八个人。嗯，我一个人两百都不够吃哟。你为什么叫自己小月亮？因为我其实就是……啊，钱不重要，不重要。也不是我取的啦。那你是不是觉得小月饼更适合一点？不适合，你是大月饼。好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初恋歌是吗？初恋你好。初恋你好。Hello。Hello，初恋哥。Hello，Hello，Hello。咱俩一个飞机来的。对啊，对啊，对啊。海哥也是。Hello，Hello，Hello，Hello。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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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你自己取叫自己初恋呢？不是，我也不知道。哦，我知道了，是名字缩写。初恋也是 CL。陈磊嘛。谢依霖和小月亮。啊。是一样的。摄像头是谁呢？要来接我了吗？喂，你好，我是沈小婷。你好，小婷。我选择的选项是 A， 水果都带着吧。哇哒哒哒 ！A 哦 ，A 哦 ！Hello Hello， 欢迎又来了啊！来，欢迎小婷，欢迎，齐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齐了。走吧。大哥怎么选了这个呀？我多抢了一个，人家范丞丞都贡献肖像权了，送给范丞丞一个箱子套。真的是，他这个镜头都要，真的。什么东西啊？啥东西啊？看不到写的啥、啊？奔跑吧，云南团建。包颠的。茶马古道，跑跑就知道。来吧，上车吧。小镜头，小镜头，没事没事。妈呀，这车太好了吧！哇，坐这车舒服。对呀、啊，好宽呢、啊。这很高级。哎呀妈呀！哇塞，这椅子可以啊。我的妈呀，改善了。还可以充电哦。这太高级了吧？这么舒服吗？这个车？哇，这可以，这可以。这个旅途就算很远也不会想闲。不吐槽了，你看这，哎呦，这沙发，哎呦。哥，哎，你起来，我没镜头了。哦哦啊！那 GoPro 连在椅子上。不给我镜头儿。欢迎大家乘坐茶马古道专线旅行巴士，大家对这辆巴士还满意吗？非常满意。希望以后保持啊，以后要保持。饿，这是饮料是吧？哎，这好喝呀。这是海天苹果醋。你看我给你个口吧。自然不？这个好喝，海天的这苹果醋啊，苹果醋。我们今年的《奔跑吧茶马古道》篇也迎来了新朋友，真有机零添加的海天有机。希望我们的海天有机系列产品为大家的茶马古道之旅增鲜提味。看这词儿写真好，真有才华，这导演好。还有副餐点。哎，果然哎，好周到，好周到，真的是好周到哎。那出发吧。我们这一次旅程是重走茶马古道的专线。茶马古道有两条主要的线路，从四川到西藏的川藏线和从云南到西藏的滇藏线。大家这为期七天的团建之旅要去到的就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云南部分。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是普洱，也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起点。这座城市被誉为世界茶园，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送的茶叶就是世界闻名的普洱茶。所以普洱茶就出在普洱。对，他们说普洱茶以前是马尿尿在上面，然后无意间发酵变成了普洱茶。真的假的？哦，从拉萨拉过来的马在这边尿了尿，然后再运回去。我们的团建之旅也将从普洱正式开始。今天我们在普洱的四项行程都将围绕茶马古道展开。我们的第一站会去看茶马古道遗址，听马帮的故事。好
原来真的是从这儿开始走吗？是的。之后我们将探秘雨林，重走马帮的路。哎呀，好像历险记。哇，漂亮哎，运动量最大的一组。傍晚我们会在雨林的营地里晚餐，品尝马帮菜。这个鱼好好吃啊。哇，这个鸡特别好吃。最后大家会放飞萤火虫，共同收获一段独属于普洱的浪漫回忆。好美啊。哇，很漂亮。这个很适合初恋哦。只怕饿着肚子不舍得放他们走啊。一点肉你都不放过，200个加在一起估计也不够一勺吧。好亮，好好吃。今天晚上大家会一起入住在茶山上的云海别墅看日出。啊，别墅啊，明天5点起床。我咋那么不信你能5点起来？我包5点起。在云海上的别墅，我们也为5位成员迎来一次特别难得的合宿机会。其他的嘉宾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单人的房间。Sorry 了，我们是独间。谁跟谁一起？我不太方便吧。你们5个有独立的房间，但是它是在一起的一个屋子。Oh. 没事没事。哎，白露，我来。没事没事，姐妹一上。我们可以从路线图上看出，明天大家需要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会自然地醒来，享受云南特色的咖啡和上好的普洱茶，并且去往北回归线之城墨江，品尝美味的哈尼族特色菜肴；而另外一路要出2名成员飞往大理的微山古城。航旅纵横打开，票都有了。啊？我怎么不知道？真的假的？票都给订好了。就看退谁的。那要怎么选出这两个人？这两位乘坐早班机的人选将和今天早上一样，通过投票来决定。啊！哎呦喂！太残忍了。接下来会给大家每个人发一个投票箱和每人20片的叶子。这个道具做的真精致。你们在今天一天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将那个叶子塞进那个人的箱子里面。这么小的口，怎么偷偷塞？你看看那口，这个很容易打击报复，你知道吗？关键是你这个叶子一搁去，当啷的一声。对呀、啊，这拉仇恨呢。今天箱子里收获到最多叶子票数的一个人，需要在3点半起床，4点从云海别墅出发，2个小时去西双版纳机场，乘坐7点多的早班机。哎呦喂，1个小时飞往大理的微山古城，落地之后1个小时车到微山。Oh my god！ 其实也6个小时了，算起来。那另外那个人由这个人来反选，选出谁陪他一起去。No！ 哎呀，这么快啊！